Thank you.
Thank you.
孔有多大，螃蟹就会有多大。来，左手边低头，然后右边小螃蟹应该可以看得到。所以离水比较高的土坡上有比较大的洞口，那是大螃蟹的家哦。右手边头收进来，来右手边这边还有一棵树，右手边边看前面要闪树哦，左边闪树哦。刚提醒你走了。这是全景，先不要管那只鸟了。来，右边坐着拍，左边可以站起来拍。右边坐着拍。
所以他只好自备呼吸管往上放着，一根一根的呼吸根上来。那从这个呼吸根的高度跟水，它有高低不同的状况产生。那水位最高的时候，差不多会有多高呢？大概就是这个呼吸根。洞有多大，螃蟹就会有多大。来，左手边低头，然后右洞口，那是大螃蟹的家哦。右手边，口说。右手边这边还，现在这个声音是喜鹊的声音。嗨，那你右手边这个是水笔仔，树上一根一根像绿色小辣椒的，这是水笔仔。这是它的果实，那它的果实在今年夏天成熟的。但是成熟之后它果实没有掉哦，好，它保护起来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胎生苗。那你现在右边看到有胎生苗的这个，长到土里，这是不会断的。在它还没接触水面之前，这是呼吸根。等它继续长，会再长到水里。这种流水环境中，它才能站得很稳，站得很牢。从你身边经过，那是宝阿姨的小朋友哦。哦，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螃蟹了？这是象手蟹。刚刚有人看到一只招潮蟹，那度最高的红树林，跟左手边挥个手，拜拜。都有一个一个的洞，那都是螃蟹的家。所以离水比较高的土坡上有比较大的洞口，那是大螃蟹的家哦。
右手边。三束哦。右边看看螃蟹有没有出门。右边螃蟹如果有出门，就会离你很近哦。啊，记得手，除非你手机的镜头那个位置哈，跟一般的不一样。你是要拍这边的那个回头。好，对不对？在，咦，是在这里吗？啊，你要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位置是挡到船长的。爸爸喽。来，右手边小心树啊！哦，右手边，大部分会是黄小鹿的。好，这样的鸟巢大部分是黄小鹿的。那黄小鹿的鸟巢很好玩哦，我们。叫，你想象一个鸟巢里面塞一只米奇，很可爱哦。来，右边低头，右边低头，右边低头啊。一左一右各有一棵树。好，右手边这一颗你要闪，那你头一偏，然后等一下你身边如果出现一只咖啡色的水鸟，那是一只会潜水的水鸟，它叫做小屁蹄或者叫小屁蹄。在左前方，这样而已。来，右边低头哦，右边小心哦。它的飞就是轻功水上漂。左边，那这边通常会有一只招潮蟹，很大，会在这里。来，树来咯。
形状是非常完整爱心形状的树，这种植物叫做黄菊。那这个叶子呢，是以前阿嬷吹安没有卫生纸的年代，还有很多的替代品，其中阿嬷说最好用的是这个叶子哈。来，我们要会传的来坐下来。来，左边小心树啊！哪边网？前一趟船我们也有看到弹涂鱼哦。那等一下手上的船票可以免费参观抹香鲸陈列馆啊，这边这边这边这只那个土黄色会受伤哦，你会受伤哦。好，那等一下等一下，船还没有完全停好绑好之前，你不要站起来哦，你不要站起来哦。好，跟左手边挥个手，拜拜。好，现在这边。应该是公的啦。哦，在他看到的是他的背部。来跟左边挥挥手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行当中呢，大家看到的长右手边手不要碰那颗植物啊哈。进来跟退出去的地方，这个水是海水，是咸水，是从台湾海峡涨潮涌进来的水。那请你坐在位置上哦。到看的比较多，它的叶子是台湾四种红树林当中最小最清脆。右手边，右手边这一棵树的根部那边一只招潮蟹，那一只是母的。一根，它的像芦笋一样的，这是它的棒状呼吸根，这是从它的地底根垂直长上。树哦，左边摆树哦。
刚刚那一个还没完成。眼前的景色很漂亮，一层水一层树，然后上面的云层现在很特别。的高度啊，那看地上，你们自己看看小螃蟹哦。好，可以往右手边，就是隧道路口看一下。有时候隧道路口这边啊，现在背光比较严重。发现我们讲话，它不会吓到，反而你手伸出去，它就吓到了。啊，这是因为它没有耳朵，它听不到。啊，你看沙包上面哈，你们小螃蟹那边就橘色的，橘色的两点其实是两只蛋。不要伸出去指它哦。右边可以看得到很小的螃蟹哈，那是招潮蟹哈。好，那你眼前看到这些陆地上行走，它都要靠着水生活，在水面上游体，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它的这个来右手边注意树，它的确的巢不完整，完整它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左前方有一个白色告示牌，白色告示牌看上去树的最高点，最高点